Hello， 各位 L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国宏。我没有办法假装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已经发现这个东西，你们太过分了。他们竟然拿了大学107年的指定科目考试化学的考卷来给我写，你们也真的是。元素周期表是最简单的东西 ，OK， 再给我一杯。所以就是我不用太认真的做这个题目，我要认真的回答你的问题。清大化学的那个招牌要不要？要怎么样？要保留还是要怎么样？我不理你了，我要做题目了。嗨，怎么办？我写不出化学式啊。那你先回答。就是很多人看到我在路上都会叫我东方公子啊，或者是就是自己说嗨，我是张丫头，我是李丫头，每个人都要当我的丫头这样。我就说乖，钱还来，就是吸他的小腿。不是。对吗？耶、yeah ！花不是也不喜欢自己，只是东方喜欢。我想要 call out 给我的化学老师朋友，手机给我一下。我认真的，你说什么？我说花不是喜欢东方喜，只是东方喜爱最花。然后，那你本人最久花过多少时间在一个女生？可能一个反应是放热反应。这个是一个月，不止，可能半年吧。那最后一次没有。完了，我现在已经太认真的在，不行，我要认真的写这个题目。放热反应，对，送给你们。反应温度升高的时候，反应平衡常数会下降。没有，我觉得。生命中本来就有很多事情不会按照自己想象的发生，那包括对东方事也是，所以有时候你留下遗憾的故事不一定比较不美好。请对镜头做一个表情，送给想当你的家伙们。我不知道。还没写完，我不想写了啦。没有黑历史。那我现在可以唱一首歌吗？你唱啊。我讲了黑历史，你就要去找啦。我是不会被你骗的。什么都可以问啊。对啊。任何物理也可以，生物也可以。对。好。等一下啦，我求你。算了啦，反正我也你给我再多时间我也写不出来，所以对反应速率平衡常数好，我打电话给我同学，这一题一定要答对，但大家都知道我作弊啊。对啊，那你喜欢这个访问吗？到目前为止好喜欢啊。觉得有趣吗？啊，超有趣。真的吗？嗯，太棒了耶。对，好的，来第一题。B 呀、啊，哦，拿错了。最容易断裂的单键，我选择 B， 安。对，对不起。好，第23题。23 A B C。哦，我选 A A 猪。你还有一颗啊？你还有一个刚刚有的。我现在猜一下，答案是 A 吗？等一下。答案是一吗？猜了三次才猜对，哦，猜了两次才猜对。好，耶、yeah ！谢谢。大家终于可以下班了，辛苦了。就是我们收集很多天才男星们的理想，就是知道你大概喜欢短发、白皮肤、活泼、胸部大的女生吗？还有，你这个来源是哪里来的？人不是做二分法的，OK 。